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光降，台湾净土，这个因缘是由台湾祖师的大愿力，才能够请到王禅老祖光降，台湾净土，诸佛菩萨。诸天圣存龙天护法才光降到台湾净土来，到现在已经36年了。36年的修道过程呢，本人呢从不懂，一步一脚印，带着我们所有的弟子，尤其我们圆松禅师，他跟我一起修行，他是最久的。他呢原来修行，早有很深的基础了，根基，那么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天命，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天下太平的天命，大家一起在努力着。我很感恩上天给我的这个机会，给我这个天命，我一定会把它挑起来，简单起来，所以我也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大家还是要天地无我的心呐，我们也好好修，跟着王禅老祖出生，我们一起来，为人类来奉献，为两岸的三族儿女的干戈来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三族儿女的尊严和我们的天威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戊戌年的1月22日开始深谈，昨天已经深谈一天了，今天是第二天，我们有这么多的法师，由圆松禅师。院长呢，他来供养维新圣教三十经，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所有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能够掀开一劫，那我们世界就能和平，两岸就能和平，天下就能太平，这是呢。我们每个人三族儿女人类所希望的，不要再有无名的事情发生，在这里我们第二天的法会呢，接着我们现在辰时已经到了，我们的法师就辛苦了，我们辛苦了院长啊。当下维新圣教，换备所有换备的法师，尤其我们换备学院圆松院长几夫人，
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今天是法会第三天，已经1月24号了。在1月22号的深寒，早上辰时这个时间深寒，深寒之后，我们依照法仪，招请、奉请，诸佛菩萨光降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受我维新弟子，一心全心的供养和叩求，祈求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能天灾永吉。尤其祈求中华三族儿女心所相连，两岸同胞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正和平，两岸一家亲，以及世界一家亲，这是我们的本质。尤其在丁酉年的世界的危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很诚心，加上在台湾各宗教修行者的努力的慈悲祈求祈祷上天，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及战争所以化解了美国与北韩这个对立这个灾劫那到了今年是这个戊戌年的时候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更加的要用心，所以就选择决定在自己的道场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的第八楼王禅老祖圣殿恭迎祈求加持灌顶名扬两界能先新开一节所以在昨天我看到报道了这个报道呢说在台湾的时间和美国的是同一时间呢，在我们深谈的同一时间呢刚好美国和韩国在这个华府就要川普总统要和金正恩总统呢要坐下来来和谐来化解这个核武的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大事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高兴的，令我们维新贤士的同修们，我们都要依照老祖师尊所开示的，我们的默默的去做，默默的去行去修，上天绝对会有所给我们福报给我们的。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那要我们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依教奉行呢，就是依照老祖开示的所教导、教育的方向，我们要秉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来化解，名扬两界的斗争以外呢，和化解人与人阳界的战争和斗争。终于昨天在我们听到了这个媒体报道这个
实况的时候，我们非常我非常的感动，我也很感恩我们所有的幻变法师们，你们哈这个很诚心很谦心的依照你们院长所传的啊所教的，大家一心供养，顺口意供养啊，来为国民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啊，终于我们阶段性的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所以在前天在深潭的时候，老祖有开示你们看了你们 就有好多瑞相就会出来我没有想到有什么好多瑞相我有天上画一道彩虹就瑞相，不是这个彩虹是瑞相，而是实质的实质的两岸不是只有我们两岸，而是美国和北韩这个核武的问题这个是要从用这个一宗教的法仪阴界灵魂界每个人意识界都请来请来呢用金宝仰仗活力把它去加持心开意结，顿悟无生华人，无生没有升起这贪嗔痴痴恨怨这样的话就是宗教的最高本质所以这个看了呢会非常高兴，我相信我们这几天还有七天的时间，大家还是要坚持的有始有终我们把它圆满，圆满的时候那让我们然后奉送各个我们的所有的灵魂界的众生们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冤亲债主们能够各自回归极乐净土。我们这次人龙护国所开始的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美国与韩国，但是一点我们的目标两岸就是海峡两岸，接下来是台湾与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冤释结从外的解冤释结，然后进来到本身我们中华民族中华三族儿女的两岸解冤释结，这一个更大的工程这个以后我会再跟各位来阐述。所以我们依照这样子走下去大家好好修，很辛苦你们的功德无量我们得谢谢那袁松院长你的领导大家一心奉献供养，顺口意供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心供向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南天玉皇大帝，瑶池金母大天尊，台湾祖师，诸天圣神活菩萨，当下唯心圣教
别学院圆松院长及所有法师，玉京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时间也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人王护国习斋大法会第七天了。七的数有无尽的内涵，所以我们在太极天圣殿深谈化解三祖儿女两岸的恩怨情仇，依法修行，依法深谈，依教奉行，每天将唯心圣教三十经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一个的宝典，一天一天的生活与供养，给我们所虔心恭请的诸天圣神活菩萨实现，然后转施给当下所超度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当下两岸领导者的列位祖宗诸祖灵都前来受纳祭拜供养，共同忏悔，共同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从第一天的开始已经出现整个的地球人类的无明转向明心见性了，美国和韩国北韩的最高领导者花心要来联合来和解，正是应了七佛说的七觉之七觉，第一个觉眼耳鼻舌身意指的第七是指这眼睛所看到的都是虚幻的无明贪嗔痴引起的贪嗔痴，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表达方式，才发生了要战争要争夺这个不好的现象，已经泯灭了人性和天心佛心圣心。所以第一天
这孙腾开始由远方的两岸，美国与北韩，他的最高领导坐下来谈，已经开始了。所以今天第七天，眼耳鼻舌身意执着，执着啊，就能觉悟。执着是要择善固执，择善固执，好，天下就太平。择善固执，世界永和平。择善固执，天下一片净土。地球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的地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慈悲开示啊，地球一个，诸天圣神也是很慈悲的，想尽办法来到世间，借各种的因缘要来保护这一个地球。所以地球上无量数的众生人们应该要觉悟到本是天下一家亲啊，地球只有一个，若是毁灭了，那将不知道多少劫以后，人类可能还无法找到一个修行的地方可以去，所以这个叫做浩劫，无量劫的浩劫。所以我们戊戌年，1月22日开始到现在第七天了，第七天我们要觉。觉得就是要悟啊，悟无生法忍。什么是法忍？用什么方法来忍让忍受啊？这是不得已的。那如何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就是要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的道理，意是大道，是包容的大道，一切善恶尽在其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切都是道。这是王禅老祖的道，是太极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8卦64卦衍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和妙法。所以今天已经法会到第七天了啊，我们所有幻辈还有所有法师所有贤士同修都很辛苦啊，本着天下一家亲，本着世界永和平，两岸真和平，也希望啊，第一天好的开始，由远方的地球的北端，两个国家的啊握手言和，坐下来谈，然后引到地球的中部。中央戊己台湾与大陆就是戊己，台湾是戊阳，
大陆是己阴，戊阳一线光明天，大陆是己阴，阴土一片大地春，所以都天都地戊己，都天都地本是太极天，它的无尽妙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期盼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也祈愿的黄山老祖、无锡世祖、九天玄女、中华三祖、天尊，台湾祖师、列位祖师、诸佛菩萨，能受纳我为新弟子，众等全心供养，唯心正教三十经及香花影、香花情，共转世界和平，两岸和平，人往护国习灾，皆得圆满阿弥陀佛。